果新闻网，我是叶弘毅。Hi, I'm Marco. Today's first story is about new technology.苹果小小主播动画仪圆满落幕咯，由英语主播刘杰忠、中文主播曾仲威贴身教学，变身小小主播，让你一天就上手。主播不可以这样子，你不可以这样子播新闻，这样看起来很丑。所以呢，大家现在试着往前坐，坐椅子的三分之一。其实站得很好哎，头要记得贴着墙壁这样。对 ，OK， 来。来，往后贴一点，对，这样子很棒，这样好 ，OK。高了，这边是低的，试试看 ，face mask，fa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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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sk。哦，有啊，墨镜也是一样。sunglasses， 我们先说眼镜好了。对 ，glasses。Glasses.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要讲墨镜是太阳加眼睛的话 ，sunglasses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。你讲的英文像外国人，不像外国人，这件事情就是小地方。是，没错。下面呢？什么？没错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接下来 ，why？ 为什么？对，这个世界是怎么发生的？最后，怎么发生？没错，你们都很棒，所以你们已经掌握了这六个单字，我们等一下要把它加以运用，大家记起来哦。除了抬头挺胸，记得抬头挺胸之外，如果你觉得你的手很惊慌，不知道怎么办，你就拿用自己的其中一只手抓住自己的另外一只手，往左边按就是回到上一页。然后记得哦，对，这样好，然后手要怎么样？手要怎么样？对，很棒。就是这样 ，OK。主播营啊，你觉得最好玩的地方是什么？中文主播。为什么？教得很好，然后他很幽默。Hi, I'm Tiffany Chu。欢迎收看苹果新闻网，我是李成佑。LG will launch battery-powered face masks designed to reduce annoying problems。感谢您的收看。我是周敬勋，我们再会。